场而已，我怕太尴尬好吗？并不是什么那个叫、好吧，你们这没事，这有点尴尬的。好，首先呢，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，欢迎你们。那个宋慧航，那个什么，等一会儿，我们的礼物环节第二轮，这轮我不要礼物啊。那什么，就是到第二轮的时候有一个礼物环节，然后大家的话有钱的话捧个钱场，没钱的捧个人场。然后第三轮的时候呢，就什么把你们手中宝贵的那个票给它投出来。虽然说可能结果不是我们，就是说长话短说，这么长时间呢，我已经尽量在长话短说。虽然最后结果呢，可能不知道会怎么样啊，但是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吧。然后麦序上主播的关注呢都可以点一下。感谢社会我航哥啊。好了，就是第二轮的环节呢是一个才艺展示的环节，相信大家都应该知道了。第一个环节就是说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维维安，不叫薇薇安，没有这么高大上啊，叫维维安，你们叫我维维或者是叫我安安或者叫我摇头安都行。然后呢接下来就把时间呢交给我们下一位自我介绍的主播了，希望大家对就是本场活动给予大力支持。